近都没有看到。他好像在玩那个彩魂，玩得很认真。我看他不有在，不是有在弄那个王之逆袭的频道。他也有百魂，他百魂发很多哎、欸。他百魂的影片发更多，他每天都在发百魂跟王之逆袭。不是啊，不是一个老板的吗？他，对啊，他讲的，详细也没有多问。那个怪飞超远的，你有看到？会被盖掉，我自己听看看就知道了。是我们的游戏声音太大了。是我的耳机在作弊吗？还好了。对啊。不至于了，还可以啊。军阁不来，哎呀！干，吃到这爽的。好像在打高尔夫一样。